吃个大海螺啊，指甲盖先给它揭开啊，然后牙签插进去啊，沿着它这个内壁这样慢慢的旋转一圈，就可以取出一个完整的海螺了。哎呦，底部这个黄是很软糯的啊，海螺哪个地方不能吃？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道黑色的杠是它的苦胆啊，苦胆咱把它去掉，这个是它过滤脏东西的地方啊，像毛肚一样的，这个是非常脏的，把它去掉啊。高高鼓起的这个是海螺的肝，肝吃多了会头晕啊，一定要把肝去掉，把它挤出来就可以了，剩下的都是可以吃的啊。海螺最好吃的就是这个螺头肉的部分啊，螺头肉 QQ 弹弹的，因为这个海螺的壳占一定的分量啊，咱用海螺螺头肉给大家做了这款小海鲜啊，全部是最精华的螺头肉部分，喜欢吃的整上一份吧。